来这边，今天来这边调查，观光调查。这以前很漂亮，后来挖一挖之后，水就变很小。阿福掉点，放圆在那里，应该都不会中。水很小啊，小卷仔有没有？这一种的就小搞搞一些而已啊，太浅了，这钓很困难。最凶谁？你都躲那个小尾的卷，大卷的话不会在这边。刚刚两个路亚哥那边掏过了，各位往下面去看一下吧。OK， 哎呀，好一只没咬住，应该是被掏过了。啊，往下看一下好了。线被爆掉了。
乱在。Thank you.
有点夸张，太多了。
要撤退了，鱼钓太多也是一个烦恼。这卷都很粗哦。又紧呐，靠！还有一些还跑掉嘞，靠！到底，待会再处理一下吧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那个有圆的，也有长的，那个石痕，阿美瑶苦花跟石冰哦，应该不错、啊。那个用手干掉应该也有。